你希望你爸爸的癌症好起来，请问你按照波罗蜜去做，爸爸癌症会不会好起来？这个想都不用想，你都会说会。啊，所以在这一点就是自己有没有在这个因，菩提心为因去做，自然就圆满。所以修行不是分在家出家，不是分有钱没钱，不是分男人女人，不是分你懂你懂不懂，或是你是不是智。所以我想知道意思去实践，这样就好。我知道世间是苦啊。那一天我听一个老菩萨84岁，我什么都无所求，我现在什么都放下，只要去极乐世界就好，可以成佛 OK 了，那没问题。他老公死他也说没关系了，他会去极乐世界，我帮他念佛。他这么简单，他拿了10万块跪在我面前，哦，你跪我，我跪你比较快。哦，我说师父，这个要做功德，做功德。啊，所以是这么自然，他是掌握佛法的人，他掌握精髓的人，大布施，一心念佛，往生净土，成佛度众生。啊，他女儿在旁边还有点放不下他。他都笑笑，没有问题，这样啊。他老公往生，他就是来做功德，希望老公去净土，谢谢老公，这么简单啊，所以一点都不难。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，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进入您的心，改变您的生活，帮助这个世界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九九流浪的河口，让你心中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众生界、法界，众生界实有的，众生不理解这个众生界是幻化的，因为是实有的，那么佛菩萨以方便的法门。就叫法界，以方便法来教诫我们。大菩萨以他大悲心的智慧心，使以方便界，也叫界，生长方便，以方便来给你开示法界一真实的境界。完了，你要奉行的调伏你的身心。为什么要调伏他呀？他不是那么善顺的了，不是你闻到气头了。调伏身，你克制性很强，很容易。比较说啊，要调伏你的心呢，太难了。我们每位道友自己感觉到，你调伏的心。是不是能进入啊？从你发心到你落法到你出家，
你经过几十年的功夫，我可以给大家做例子了。我16岁到92，74年了，到现在也调伏不了。你不让他起贪嗔痴念呢，不起邪知邪见呢，还办不到。这个很自然的，无量劫来习惯了，让我调伏他身心，全部是进入戒定坏，一面那念不生，起善念，连善念也没有了，做不到。我们只能是以善止呢，用善念来对着呢念，要呢念不生，能多生善念，你才能处理得了道，处理得了。这个处理道啊，大家都说是寻灭，西藏中20年的功夫，就先学处理心，建立处理心了，完了你才说学密法呀，学受灌顶啊，学什么的，那是目的是为度众生。大悲的善巧方便，那些个方法都是，对，众生嘛，他好奇，你跟他说我是密的，啊，他就感觉这个密了，可不得了。其实是什么？要把密的说出来，就是显的。你告诉你一个咒，要把这个咒解释啊，那可以啊，用一部《阿含经》也解释不了这一个咒。它含义非常的多的，它一部一个咒就包括一部经。你说例如说文殊菩萨大字，念个嗡阿弥陀佛，那滴滴滴滴滴滴，这就开智慧了，是这样的吗？这嗡阿弥陀佛那滴包括要把它解释出来，那就是佛的一些智慧的入门，一直到究竟会。那可别把三藏十二部的中论、百论、12明门论呐、啊，什么瑜伽师地论呐、啊、大智论都包括起来，就在这个咒里头呢。你去学去吧。开放的时候，无量无边；收摄后时候，一念之间。众生他这个迷迷糊糊的，哎呀，非得找个奇特的，找个奇特的。方便了还想找方便，方便还想找方便，说一念就成佛了。是啊，一念就成佛。那一念是什么时候一念啊？释迦牟尼佛做菩提树下最后那个顿断，那一念升起了，那一念升了处理心了，大悲心了，智慧心了，般若心了，啊，据说还很多呢嘛，不是那么一个啊，一个咒要把它开阔解释起来，你每个咒语都是这样的，它叫种词嘛，种一切法，词无量义，就是哪个咒都入事。观音菩萨心咒就包括观音菩萨一切的行法，一切的发心到他正德。文殊菩萨心咒就是嗡阿弥陀佛，就包括文殊师利菩萨的行法，一切到咒语。懂得这个了，就知道了，知道了。那秘密就是什么呢？佛的根本字不开说的，无言说，不可思议的，言语道断的，那就用咒来代替吧，就是这样的含义。最根本的还得一个信，不论你贤也好，密也好，大乘也好，小乘也好，任何事没信不能入。信的时候就生大欢喜，你信还不生大欢喜吗？你耐耗的心要的，当你生欢喜的，因为欢喜要解释了，叫解就求明白嘛，这叫明白之后了才能行。咱们现在还在解之中，还没有完全了解。这解这个总是产生智慧了，解是分析了，思量了，对，
完了就去奉行了，这才能达到处理啊，处理才能得到解脱道，三要道的解脱道。这些大菩萨他化导众生的时候，咱们上来讲这个第三参天的这些个天王，就是大菩萨佛的常随众，这说他们去教化众生怎么样进入的。有的时候我以前学的时候，老师就念念正文呢，因为这不是华严经的主要的，王主要还没开始呢，就讲四祖妙庄严，他是这样修道的，这样发心的，这样成德的，完了他们这样化众生的，以此来庄严他们的依报正报，随佛而行的，这都是形容词，没叫我们怎么样去做，这个说的这个我们都做不了，是说他们随顺佛学修正，完了他们有这个功能，完了他们以的方便善巧来利化众生。在佛教的名词很多，说无量，无量有界限没有？无量也有界限，无量的还有无量，解释无量的，再用无量来解释无量，多了，这都是属于名词，有好多的自力，我们的自力达不到，达不到，自力达不到嘛，就一步一步的来吧，一步的来吧。这些个十大天王的他们的善巧，每一天王都具足这十种，这个这个注解当中有十种意义了，就是每个天王都是具足这些个的，举他们的德，那么相信这些个佛的常随众啊，就是这个天王鬼王龙神八部鬼神众都是不可思议的大菩萨了，他们用这方便善巧了来调伏一些众生了，调伏是形容词了，我们 这众生是难调难伏的了，难调难伏的了。咱们就是回想到调伏我们自己，调伏我们自己，那么学打坐，最初你学的时候心里头不安定，一下腿子痛了，你不坐呀还没事儿，这一修行进入修行了，进入行的状态的时候，障碍就出来了，毛病都出来了，身的障碍到处都不合适，腰痛啊，背痛啊，腿痛啊，那不习惯吗？无量劫来你没有这样做过吗？只说一种念佛好像似乎很简单，念念念头就跑了，念念念头就跑了，你看不住你的念头，这是有形的了，无形无相的，没生念之前是什么？是找那个真心呢，你找不到的了，你让他不生念办得到吗？你有这个心力量达不到，而且他马上就跑了，你不用功啊妄想还少一点，一用功啊妄想怎么这么多呀？好多道友这样问我呀，他说我一念经怎么就知道妄想了，我说你不念经呢，你不念经你根本就净在妄想里头，你又不知道妄想了，像你念经或者坐着参禅，你这一修行就两个了，两个对立了，一个要修行一个不要修行，他俩就打架了，你想静下来好好读经他不听你的指挥啊，一会儿又跑了，
怎么办呢？你就拉回来，跑了又拉回来，莫要着急，莫要着急，你别烦恼，一烦恼不读了，那就完蛋了，霸道了，就这样子。这个妄想啊，妄念，一个妄念，这个妄念叫什么？叫调举，在佛教术语上叫调举。妄念很少，没有妄念了，怪咳嗽了，那叫愚痴了，什么都不知道了，那就不念了。那更厉害，念念的就怪咳嗽了，你不念经，不学法，不参禅，不念佛，好像还没那么昏沉，因为脑子净在转，想事儿，不专一，不集中。刚等你专一，一集中了，你想修行了，完了，昏沉来了，你昏沉了吗？说这一脑可以搭呀，起码一刻钟，再长一点半个钟头。过去了，一想，哎呦，我时间到了，又想下一步的常住的事物又有了，要坐禅去了，或者上殿去了，起了中断了，你正在念经呢。两种，这欲识众生的必有的障碍，必有障碍，一个昏沉，一个掉进。然后你在屋里坐着，或者去劳动，你不会昏沉的。说你来听华严经，听不进去，听不进去，在那儿要听不听，得了，站他了，一门点头，讲得好，讲得好。你连听都没听，怎么讲得好？因为你那儿怪瞌睡去了。华严经、楞严经。特别理性的，特别要像资度论，讲瑜提思论，讲中观论、十二名门论、百论，讲这个论理的时候，就非常打脑壳。怎么叫打脑壳？你不懂，分别那些名词，你也分别不出来，你干脆给他不分别，干什么呢？怪瞌睡，他讲他的，你睡你的觉。妙性老法师在美国讲瑜伽师的论，讲了一个月，他到我那儿去，问他，我说好吗？我们这同学都进入吗？他说只剩赞叹的份儿，我就明白了，赞叹份儿都怪脑壳睡觉，就是赞叹呢，就随喜就好了，随喜的，随着法师讲的，你随文入观，他那讲你随文入观。这能进入，但是很难呐，很难呐。这有两种原因，一种当然是许是业障了，一种现在我们的身体啊，这个医报啊，它很不适应。那也就我们经常说的吧，业障重，表现在什么地方呢？一进入修行了，一入正法状态了，就没办法了。观一些众生，用什么观察？这些个天王度众生用什么观察？用他智慧观察，用他智慧观察。观察什么呢？现在我刚才说这个都属于烦恼摄。调举、昏沉，都是你烦恼，烦恼。那还有一种害病，病，病里头还加一个痛苦啊，病痛啊。佛在世时候，那有病比丘啊，佛都亲自去看。看病难为他，这叫业障发现嘛，咱经常说业发现，病了你还能学到吗？身心不难呢、所以要观察的烦恼，烦恼当中包括病苦、行苦、
在你运动当中，只要运动当中，还有不知道，学不进去。人说所知障啊，不是所知，不是障。我的想法，被障障所知，障的你什么也学不进去，你还能解脱吗？这只一般的凡夫说，像这些个菩萨，证得了三贤位的菩萨，他要利益众生，他利益众生那么容易啊？众生不是好教导的、啊。你看《地藏经》就知道，阎罗王问佛：“地藏菩萨那么大神通，那么大的不得了的智慧，为什么度了众生？那众生度了完了又回来了？他在那个阎王看着那个众生刚离开地狱没好久，出去了又回来了。说地藏菩萨那么大智慧，为什么不把他度一下子就把度出去呢？怎么还度了完他又回来了？”佛才说。这个在《地藏经》的故事，以马部经都是故事，大家要听故事，你看经吧，哪部经都是故事啊，不是现在的事实啊，不但现在的故事，无量劫的故事。那个故事就是你现实的生活。咱们以前讲好多的故事，就是现实的生活。咱们现在讲唐朝，讲宋朝，讲明朝，讲清朝，是故事啊。但是他们生活的过去的，你现在生活不也是这样的吗？对，100年之后，人家讲你也成故事了。故事就是旧的事物，旧的事物，这必须得有智慧观察。每一个众生都有他无量劫来的故事，他一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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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干什么？如果有大智慧者能观察得到，就用他自己的事儿来教育他，使他生智慧。他可以观自己的无量的过去，也观自己的现在，也观到自己的未来。如果菩萨行大悲心，发大悲心，利益众生的时候，行方便道的时候，障方便道的太多了，方便善巧不是那么容易的，随顺众生的机，还得将就他。那菩萨度一个众生，把他当父母看，当佛看，得这样尊敬他，而慢慢的给他劝说，慢慢的就是他还不听你的呀。不过我们这些道友啊，都没有结过婚，没有孩子的，可能也有孩子半路出家的。你照顾你的儿子，照顾你的儿女，那么容易吗？就像那佛菩萨度众生，就像你自己那样子一样的了。他不是那么顺当的，不是那么听话的了。哪个父母不愿意儿女成龙啊、成凤啊？办得到吗？如果你父母是信佛的还好，不信佛的把你养大了，养儿防老嘛，养着儿女啊，我要老了我儿女可以孝敬我，现在做得到吗？对，像你们这个把你养大了，你发心出家去了，当和尚去了，好，他等你在家照顾他呢，你不照顾他去了，但是你这个方法你要回向给他呀，把他也度了，这是不同点，不同点，在世间法就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这十大天王，就讲他每一个天王所证得的，大致也说故事吧。现在又回来说，清净慧明成天王，前头是总成名。六位解释，现在又说他们就是第三参天的啊。清净慧这个天王成佛的威力，他是为首的，对，代表这十个天王，假佛的威力观他所有的三天的天王，一个扫净天、无量净天、遍净天，这三天，这个三天是一个系统的，一个系统的。
这第三餐的三天，他代表他们说，说寄送的，本来在经宗上这个一直书抄的注解说，这上头只说十个次第，因为这个天有十一地，十一天，十一天那个经文翻的时候没有，后来补充的翻的有，补充有，说这串药就把这十一天加进去了，在清凉国寺住书抄的时候只有十天，这后来补的，那长行里头加上那是串药里头跟着经上后来补的，说叫十一天，这个天有十一天，这十一天的天王呢叫兴许音妙庄严天王，一下就叫妙音了，妙音了，不是咱这个妙音啊，别搞错了啊，我们普世寺也有个妙音比丘尼师傅，不是的，这个妙音是天王的妙音啊。他代表这天王说赞叹佛的记载，一共大概有十首吧，一个天王一首，了知法性无奈者，普观十方无量刹，说佛境界不思议，令众同归谢都海。这个都没有解释的啊，书抄没解释，咱们聊聊解释一下子。能够证得体性，了到法性，就证得的实体了，就是华严经的一真法界，一点障碍都没有。为什么无奈呢？性空故，空了是没障碍的，不给所说障碍的。有物，有物，有思维，有形象，都成了障碍。法性没有，法性是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无障碍。因为无障碍故，才能在十方法界，在十方世界当中，能够实现出来无量无边的刹海。刹是指着医报说的，指着佛所依的土说的，度众生得有刹土啊，得有个医报啊，虽然是法性，因为无障碍故，证得的体了，才能实现一切相，在十方法界去利益众生。说法界就是总说，说十方就是别说，十方就是还归法界，说十方带着法界就别总同说，往往有这个意思。每经上说有就是十方法界时候，这两是两种含义啊，法界包含十方。说佛的境界不思议，说佛境不思议，让一众生羡慕，他也得成佛，给他讲佛的境界，他羡慕，完了发起信心，信了之后，那解解能行，行能也证到佛的境界，就是令一切众生啊同归解脱海。说这个不思议境界的目的，就是唤醒一切众生都进入佛的境界，入佛的境界，是佛的境界，是正佛的境界。这华严经是法华经是讲开始，开示悟入，开就是把佛的一切法开示给你，令你干什么呢？令你悟，悟而后能证，就是证悟，开示悟入，那叫是开示悟入佛之知见，先有知见的，这是这一诵。前两句是让你知道方便，这个方便呢，不是徒言的方便，方便是一直真实而来的，是一真法界来的方便，
咱们如果没挣得实惠的方便，